我跟你讲，一切佛法不管你什么种，虽然喝都是禅，因为你昨天喝黏了，你呢妄念不动，念不出来，人念不醒，昨天说话脱掉了，那就算亡了。那个双王子讲这个事不知道是什么，就急一急，这是一观大家说的，这是谁？那这是谁？可以提一提，叫提示，他叫提示。提这是谁？你们认识啊？这是谁？是吧？哦，是波了。好，你开悟了。所以禅就是净土，净土就是禅，禅净就很讲究。我们现在有来修，来求这个法，怎么结合？这个法也是一样啊，这个法也是一样，因为你阿弥陀佛，就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佛的名号，当然有佛的加持，但是是佛的名号，所以外表这是开山大师讲的，他说念佛好念不得念，就是这，这是佛性，这是佛在禅定中将自己的心调养好，所有的都是一样，是的，所以这个真的是一切佛心中净土，所有的共同的一个心，是这样。还有这个舍利，这舍利是佛菩萨看得清楚，我们人的心肝脾胃肾脏六腑都在舍利之上，舍利这个百分百分百就把你的心肝脾胃肾给你安排好了，用个这就他的心发动。所以这个舍利有起作用，这个舍利也等于是定是极大天性，在家里面不见把外面的电波哦是不是放在电视机放在电视用这个舍利来沟通我们心和佛菩萨心连接起来，所以价值比较大，价值越大要自己有功修，修就是一定要靠心，一定就是要心一派，可这不是最难，他不要出生金刚子空三气心排除自己心中，这也是大势至菩萨心方的，大势至菩萨在你们六章里说要多生六根，经验相继。